让观众翘首期待许久的舞蹈类慈善节目《舞出我人生》本月14日终于拉开帷幕。撒贝宁的激情四射，刘璇的柔情似水，容祖儿的酣畅淋漓，虽然为节目赢得满堂喝彩，但从初问世就可谓是节目招牌选手的张柏芝临时因伤缺赛，却成为舞台上最大的遗憾。接替张柏芝登上下一季《舞出我人生》舞台的明星会是何许人也，也令观众猜测不断。18日，有台湾娱乐圈国标舞后之称的小 S 就显得对此兴趣盎然。其实我还蛮想要试试干再跳舞的，可是如果要花太多时间彩排的话，那个老公跟小孩肯定又会舍不得离开我。原来这位国标舞后在嫁为人妇后，为怕老公打翻醋坛，早已金盆洗手，告别舞坛多年。此番若为武林大热《舞出我人生》重新出山，绝对是继拼命三娘张柏芝之后的又一位不可小觑的实力选手呢。